发现了这个叔叔不但是精气神好，而且穿的也时尚。你的服装都是自己捯饬的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条件嘛。嗯，我一直穿的是我哥哥的裤子，那么就是说接了再接，接了再接，到了我工作以后就凭自己的工作收入，在尽可能的条件下，我是喜欢穿得漂亮一点，让自己高兴，让周围的人也高兴，让世界变得美丽。我觉得今天就这样，您多给我们展示几套好不好？可以，来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
装，不同的风格，从正装到休闲西服，再到休闲装，这都 hold 得住啊。所以我觉得人真的是要活到老，要动到老，要练到老。